此刻是训月，大家，我是 Demo， 各位看客老爷万福金安，感谢各位捧场本期的赛场盘点。目前这个排名呢，我最关注的啊就是 V5 和 WE， 一个继续超神，一个即将超鬼，其他的战队排名没什么变化。好了，下面咱们就一起来看看前两天赛场上的精彩瞬间吧。刘青松落精彩的刘人 ，FOFO 沙皇完美大招，在 BLG 对战老干爹的比赛中，31分钟老干爹妖姬抓到了打野皎月，刘青松落赶紧过来支援，一技能护一下打野，然后立马开大闪现 W 抬起双 C。这时 FOFO 沙皇立马漂移跟上，闪现大招退回三人，阿斌当妹后手给大，这两人瞬间没了。这里厄斐琉斯想用爆炸果实跑啊，但是位置正好在正中央，导致原地弹跳了。进场很多，对阿兹姆的这个威胁是很大的。又找到了看，双踩练到了，练住，想要激活秒。阿伯身上一个技能，有机会瞬间秒掉了吗？并不可以，一抬抬到后排，抬到厄斐琉斯了。也是厄斐琉斯被吃到，吐出来爆破果实，原地蹦跳是什么鬼啊？走不掉了，他直接来这种原地蹦跳。Fotic 塞纳插眼减速，卡萨猴子绝妙进场留人，在 V5 对战 IG 的比赛中，16分钟 V5 这边先把一个超神的熏给终结了，接下来面对 IG 撤退的三人， Fotic 塞纳非常灵性的一个插眼 Q 技能减速了三人，而后面赶来的卡萨假身下龙坑，走到 IG 后面的位置，再闪现上来开大留人，这个操作非常关键，如果直接这么走过去，势必会被加里奥大招阻拦，而且他下龙坑的时候加里奥大招都还没有放，由此就能看出啊，卡萨的意识是真的恐怖。在旁边的话，看一下紫卡稍微解了一下围住，闪现跟上就是要杀熏，给了一个纳尔的大招拍到墙上，这边他们那个及时救难之后，熏想要咬人，但是咬不死人，没办法复活，1000块用 Fotic 拿下，反身利用沉冤险，然后再逼一个小安的双招，哇，这一波还插眼用 Q 技能减速到了三人，卡萨后续来了一个 W 下龙坑，正面的话小东北援护过来，但是纳尔已经倒地，而且卡萨直接闪现上来之后给了个大脑天空吃去小安，小安倒地了之后，旁边的列娜塔也随他而去，而小东北也没有办法，这一波 IG 被打了个61落泪 ，WE 完美团战配合打崩 RNG， 在 WE 对战 RNG 的比赛中，20分钟香克斯乌鸦率先一个 E 拉回了两人，猴子立马大招出击，然后乌鸦开大往前顶，列娜塔大招跟上控住四人，瞬间 RNG 团战爆炸，小威和嘎啦直接倒地，虽说呼吸哥纳尔拍得很不错，但是没有输出了啊，最后也是被 WE 留下，惨遭四人围殴，悲惨倒地。两件半的沙皇想来正面掰一掰了，瞪回来两个人 AD 跟打野全被控制在这儿，列娜塔大招一下晕倒，小明只能选择拉开，推得很不错，推完之后小五回来再打，不过呼吸这个位置一个人扛住对面四个人的伤害，最终是完成了一波一换三。Scout 沙皇漂移神推，这一推帅的没边际，在 EDG 对战 UP 的比赛中，18分钟面对 UP 的撤退大军， Scout 沙皇非常果断的一个 EQ 接闪现大招，这一推直接点燃全场，对面三个人被推回来瞬间倒了两个，这个大招太帅了呀，过来看视野的，现在没视野，想去找 Battle， 猴子看到天空看得很好，吃回来，但是猴子二闹天空还是把前排给搅翻， Battle 身上这个盾很厚，双人组先往回撤，但是 Crane 用金身躲过了一个暗影燎原，但是没办法，黄金一戳还是将其带走，第一波由 UP 的 All In， 最终还是被塔姆平平无奇的一掷，我的天哪，一推推过来三个人，黄金这个七字形漂移 Scout 我惊呆了。管泽元这个嘴有多毒，看完这一波你就明白了，在 OMG 对战滔博的比赛中，29分钟这滔博和 OMG 在小龙处打团，管泽元看到 OMG 上野被秒了之后，当时就来了句 OMG 没了，然而话音刚落， Able 沙米拉杀进场，瞬间就把滔博的人全给杀了，看完这一波你不得不承认呀，这管泽元的嘴呀是真的毒，必须得接这个四打五，而且不能等龙掉，得直接接，这边一闪再跟他们计划解开恶意收获，收获的非常好，甚至这边也要白给了，那感觉这一把没了，沙米拉进场直接开转，炼狱扳机直接摧毁后排 ，JK 老起身的时候，这就是无尽的沙米拉吧？但是龙被他偷掉了，天哪，这波 A 波全杀了，跨刷 Q， 我的判断下早了，我刚以为这把要没了，但是被这个无尽沙米拉直接转出四杀了，灰塔的速度太快了，点击地。这个时候小奶油点击的速度也很快，虽然小奶油倒了，但是 Able 跟上完成工作，我们恭喜 OMG 拿到了第一局游戏的胜利，哇，这一局太精彩了，也太激烈了，典型的操作局，太精彩了。节目的最后呢，各位看客老爷都懂的，别忘了给 Demo 点个赞关个注吧，我们相约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